本节目由国共上海赞助播出。国共上海邀您收看深康科普进行时名医大会诊。吃600号的月饼，戴600号的口罩，背600号的布包，宛平南路600号，走红区圈，不再只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定是一种可以言说的时尚。这说明老百姓对精神健康的认知，从抗拒到接受，从被动到主动，有了很大的改观。600号的门诊量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增长。心情不好，烦躁，然后悲伤。情绪不对就想刷手机，体重太低太低了。最近这个强迫方面好些吗？好像有点加重。别人听不见的声音你也能听到，这种情况有吗？精神和身体一样都会感冒，治疗感冒有什么可羞耻的呢？身体感冒去找内科医生，而精神感冒就要来找精神科医生。我的天，106到68，那个跨度是很大。出于什么想法，当时会想去减肥的？就因为觉得胖就很难看，好多人都说胖，医学老师妈妈也说。开始节食减肥是吧？体重110斤减到了80斤，吃完以后你又去吐了。这个过程发生之后，你的情绪是得到了一些释放。说说看，第一年你是08年的时候得过厌食症是吧？那当时体重后来回到了？回到大概56，没有，哎，56，你说就看56，56，你自己拿出来，我看到是55.6。那你在我们这个秤上称一下那个体重。这个秤呢，你买了吗？那我不想给他们，对，你先给我看看秤吧。不要不要。以瘦为美，断食减肥。结果发展成了厌食症，大部分厌食症患者都是花季少女，男生也是有的。不过减肥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遗传、人格、家庭等方面也有可能。因为我是在国际学校，老师年龄比较多，然后我之前就是真的很胖的，差不多1.7斤，然后开始减肥，就是可能1.5斤。降到最低是多少？120，128，那我减了很多，40几斤哦。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暴食呢？就近2个月。那就是会控制不住的吃很多的大量的食物。对。会有一种失控感吗？有啊。称个体重，58.5，半个月轻了6公斤啊。那一个月轻了2公斤，你在减肥吗？最近啊？我一直怕长胖。当时减了1个多月是吧？就出现暴食的行为了。那所以其实减肥这件事情对你在你身上，只要你一减吃的少，你就很容易出现暴食，你发现没有？厌食症随着发展很可能会出现暴食行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暴食它是极端控制进食的一种反噬。厌食症、贪食症跟暴食症，它们可以统称为进食障碍，那三者相互之间是有可能相互转化的。主要现在目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目前的问题就是我要吃东西，然后我爸不给我吃东西，然后我非常的痛苦。理解理解。我要吃，我很痛苦，跟他说，然后他就让我去死。爸爸，你讲话这么极端啊！我不是。很少，我每次问他要点，我要吃东西，让我去吃，然后把我拉黑，然后还威胁。你要去吃东西，是不是当时有暴食的发作？对，是的。然后但是你很痛苦是吧？那你很痛苦。是你先吃。他就是有一种。是啊，原本都是少份子。对，每个月现在像他吃的用的基本上在2万块钱左右。
这样子，你们一起住院好不好？了解吧，我让你住院的目的是让你到医院里去学习如何用恰当的方式对待。有的时候你的骂在加重着这个病，所以解决就不是仅仅他一个人吃药，解决是要你们两个人这种交流沟通要处理。我跟你讲的很累，你同意吧？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同意吧？我讲的这个话你懂吧？他不懂，他不懂。你懂不懂？啊，知道。你知道在哪里？你先告诉我。你告诉我，得了冠状胆囊沟通确实是很难沟通，所以要学习。我现在基本上是陪伴光，我的工作也要恢复。陪伴是不够的，爸爸，在这个病的康复当中陪伴是不够的，你需要学习一个如何去安抚他的方法。他住院你正好陪的时候，我们会对家长会进行有关于沟通的培训，你愿意吧？天天陪着他不是的。我现在跟你讲的那么清楚了，根子在哪里啊？回去想一想，爸爸，好不好？来吧，坐这里。才12岁是吧？对，刚13岁。怎么会变得这么瘦的？我怎么知道？你也不知道啊？那爸爸妈妈说吧。大概我不懂，但是老是批评男生打呀，真的骂我。为什么打还骂他？为了什么？不吃嘛，我就因为他不吃，我以为他会不吃。哦。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吃，他就说特别老实，包括一般人见到他第一反应就是你好瘦。哦。然后就这样就强化了他的这个概念，对特别吃的批评。我没有办法接受是吧？以后呢，又要我自己成了60斤。这么快啊！虽然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发现只有5斤，已经不敢吃了。可以了，甲状腺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对吧？雌激素水平也很低，盆腔已经出现了积液了，那你肯定我现在就担心什么呀？不能营养不良哦。这就是你有危险。这个是一顿是有可能的哦，就先到儿童医学中心治疗。我们这叫多学科治疗。现在你的状况比较严重的话，先要早点治疗。这个是蛮严重的。哎，邓主任，是这样子，我们这边有个12岁的女孩，她的体重指数现在只有11，最近关键她体重还在往下掉，我想是不是能到你这边先能够住1到2周？你让她来看门诊。好的，但是呢，我这个可能不知道有肠胃，因为我们肠胃今天最近特别，你先不要答应点，就说我们先过来看看我的门诊。好的好的，尽量腾床给她。好的好的，尽量让她，我是从外地过来的。好的，没有号，你让她进来，我们跟她交。哎，好的，非常感谢。好的，好的，嗯，再见啊，好好好，再见，好好好，那非常照顾了啊。好的，好的，在浦东，上海的浦东。可以帮输液吗？可以什么？肯定是要帮你要输点液体的，但是呢，吃饭也是要学的啊。好的，好的，这个以后好好配合啊。好的，到时候绑好。肯定现在不要去保持的，真的已经生命都有问题了啊。所有的检查就到那边。好的，好的，多谢多谢。对吧？对。检查一下啊！我把肠胃给你留好了。去。好了，我去。我爸爸要出去了。哎，你心跳也慢下来，不会吃东西吗？身体连机器都运转不过来，肚子痛吗？我的电话跟陈主任是互通的，就是有这样的病人的需求的话，他会直接打电话给我。陈主任评估下来比较有风险，需要我们这边去做全身评估啊，还有需要我们做一个营养支持，就是叫他到来过来找我们来挂号，或没有号我们也会加号的，就是这种绿色通道也方便家长嘛，因为毕竟是也是一个 MTT 的合作。好了，去办住院手续好不好？来吧，好，把上次的病史还要打出来。还记得上次来见我的时候，你自己蹲都蹲不下去，不要说站起来了，所以当时是非常虚弱的，体重只有24.2公斤，体重指数当时只有9.9。你是我在门诊这么几年以来见到的是体重指数是最低的成年人，意味着可能有生命危险了。我们必须要跟华东医院跟他们要联合治疗了，吓人吧？你说，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精神科、心理科的为重的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还有营养治疗，所以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好不好？其实他不是他，但是他不厌食。这里面呢，就科普一下啊，厌食症这个病呢，他们不是说是厌食，是没有食欲，而是说是他控制自己。他不愿意吃东西，而反过来恰恰厌食症是因为过度的限制以后导致他们会后期对食欲反而是增加的。
甚至有一部分人还会发展出暴食。那就是吃的东西没有营养了。是啊，现在我们要让你到医院里呢，就是要让你吃有营养的食物。在住院这件事情上面呢，就没有办法商量这件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太危险了，爸爸妈妈要替他生命负责任的。真的，如果在家里面，完全是可能往后倒退的，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好吧？那现在就直接到二号楼的一楼大厅的便民服务中心去办理手续，好吧？先看八号。好的，稍等，接个电话，找他去。哎，优月，哎，怎么样？环境不满意？病人在找理由和借口，家属就宠他，不住就不住了。本身病人的动机就不强，但是还是做工作吧。好，那先这样，好，再见。啊，那个这方面伙食，其实我也是不能接受的。你不要骂我。我们很多住进去的人都不觉得这里的饮食是最符合自己的口味的，住下来是觉得这里是可以帮助我康复的。在住院这件事情上，不能是听孩子的。喂，哎，你好，母子老好了，晓得吧？我今朝费人家许多口舌，对吧？刚刚打到太太也打了电话，打侬也打了个电话，对待小人，侬一定要抓主要矛盾。阿拉会对阿拉个办法的呀。我看护理部这边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跟打声招呼，说有可能还会下午陈主任还要他让他再来，好不好？明天早上会有一个会诊嘛，于洋要来嘛，正好是把华东院的方案跟我们交接一下，明天至少要定个方案，好不好？所以今天晚上先要让他睡进来的，好不好？好，拜拜。好累啊，是吧？好累。好的，那我们就下午，你看还有好几个病人，我们就接下来去看吧，好不好？还有八个病人呢。就叫号。各位专家好，非常感谢啊，大家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今天组织的我们病房的一位青少年患者的多学科讨论 MDT 啊。昨天本来是应该要住进来的，结果呢，妈妈就说：“哎呀，这个房间啊，条件太差，她觉得这饭她也不能吃。”也是那里呢，就是这样，就是说，妈妈动摇，爸爸呢不管的，只要他女儿说我不要这个，马上来阻抗你们医生。这次跟他妈妈谈到你这样就死掉了，他妈妈的反应就是有点这种，可以有点淡漠，我觉得。我了解，因为他父母生这个孩子很晚，40几岁，宠爱这个孩子，孩子说什么要求啊，就是以孩子的情绪为中心的。因为本身来讲，厌食症没有治疗动力的，那他妈妈在动摇，他爸爸们逃离的，然后所有的恶人们都是我在做，然后跟他家里谈啊，谈到死啊什么。在我国，进食障碍的知晓率和就诊率本来就偏低，积极来治疗的就更少，所以我们作为医生，一旦发现这类患者。需要勇于当恶人，抱住不放，要不然真的会死人的。对，那他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肝功能的一个严重受损，造血功能也是一个明显的受损，还有他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反复的低血糖。我们反复在跟他告病，我也每次发低血糖都在反复。他有过几次？他大概有过三次，最低的一次血糖只有0.9吧。如果他不发现，第二天可能就死掉了。他如果不住进来，我觉得。很危险的，每天大概至少900毫升的这个营养液是吃掉的。是啊，也就700-900大卡，都差不多。如果是成人，乘一个1.5，如果再高热卡的话，也就1000多一点。那你不够的，对的，至少他那个维持基础，至少不要发低血糖了。但是他如果回去的话，我估计他肯定不会好好吃，肯定要出问题。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最早的厌食症的小朋友，就是家长也是很依着他的，最后我们就直接送监护室，隔离一段时间。对的，是有的时候是家属在阻碍。我们现在也有数了，大家知道他的低血糖的问题啊。等他到时候来了之后的话，到时候需要的话再请几位再来会诊，好吧？好的，那谢谢。那我会一直跟进这个病例的，我相信只要能够配合治疗，还是有治愈的希望的。
医生，外面有人晕倒了。可以好的。站起来，扶着他一点。先照顾好自己。啊，那走了。哎。你到底吃了几个？你要说清楚的。如果说你吃的太多的话，我们要给你敲木板，要洗胃的。那病房里呢，也会经常发生患者不配合的事情。这个女孩呢，她就是因为想出院没被允许，所以就假装晕倒。进食障碍这个病像一个恶魔，她控制了孩子，又通过孩子呢控制了家长，所以难治，复发率高。除了药物，进食障碍还能怎么治疗？我们病房又是长得什么样呢？吃饭我们要斗智斗勇的，在厌食症患者的病房，学习吃饭是每天的头等大事。妈，你不能整天叫着我跟你讲你要改变啊。第一种方法，营养治疗，它指的是通过肠内或肠外途径为患者提供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像厌食症、贪食症和暴食症，他们常常会有营养不良或者营养不均衡等问题，所以呢，都需要营养治疗。坐吧，坐那边。好的，好的。你好，你好。各位家长好，今天也是一个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再次见面啊。第二种方法，家属支持性团体治疗。进食障碍患者的家属，他们在专业人员的组织和带领下，定期围坐在一起，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可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可以获得理解和情感的支持，也可以获得疾病康复相关的专业知识，从而起到心理治疗的作用。先从我们在这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家长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和收获？好，先开始。孩子胖了，最近他用乳腺慢慢的能接受一些东西。一些孩子的改变可能会比较慢一点，我们家长就要有耐心一点。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的去一方面去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如何去坚定。他本身就不习惯吃鸡的，肉也没怎么吃，现在还要他吃鸡。那一般他来跟你诉苦这些东西，你会怎么回应他呢？我这种意思是让床做床试着吃，我做了他不听他就发脾气。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想其他的家属会有类似。然后接刚才
帮忙说的，就是作为他这个比较好的案例，告诉他们说我原来是怎么样的，那现在我通过治疗我怎么样，是不是最好的说服力吗？对的，其实让爸爸妈妈你们在这里的话，其实你们相互之间就是有很好的资源，那可以相互的学习。嗯，其实这样交流的都挺好的。强迫运动，这点如果回去我们也是。很头痛的。对，确实，这个近视障碍的康复当中，就是说我们第一步呢是他的行为的改变，对吧？所以呢，饮食的行为我觉得改变的不错，通过行为的改变，然后营养改变，最难的、最慢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思想的改变。我们下午的这个团体呢，就是专注于身体的一行一动的一种治疗。你们刚刚说的是身体比大脑更智慧，什么样的时刻你会觉得其实身体比大脑更智慧？饿了，他会提醒你说你需要补充饮料了。第三种方法，患者心理教育，它是通过讲课、互动、游戏等方式为患者提供疾病和康复相关的专业知识，来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的。我们会邀请一位今天作为分享者，那请你呢从我们中任意挑选一位来扮演五六岁的时候的那个画面中的你自己，来任意挑一位好不好？也可以尝试着用现在的视角过去的自己一个回忆，好吗？虽然不能改变过去的事情，但是对当时的那个自己给一个回应的话，也许在想到那个情景，感觉会不一样。第四种方法，家庭治疗。它呢是以家庭为治疗对象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在近视障碍的治疗当中，通过提高父母的治疗动机和能力，来帮助他们矫正他们的孩子那些不恰当的饮食行为，增加体重，减少暴食轻触行为等病症。那你是从孩子出生之后，你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很少在家，一直在外地。小孩照顾到了。最早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吃饭少的时候？那时候他奶奶在带，就有一段时间他奶奶说老是不高兴，肿着脸，他爷爷最后也是劝不了，也就打了一巴。刚刚你爸爸妈妈他们在找原因啊，说你为什么会生这个病？会是因为受到奶奶的影响吗？情绪会的是吧？那好了吧，我就没把他们带到我身边。他还是会有些担心。可能你们只是这么说说的啊，真的是，真的到时候他好了以后，爸爸妈妈可能会不会又要外出去打工去了，又要离开他了？这也不会的，我感觉这我女儿现在她的笑容下来，跟姐妹可能说是有关系，不是绝对性。我也同意我前面一种说法，对，就是因为心里的承受太多了，会导致那种轻症反应。这种心脏反应的话，就会导致厌食啊，想吃东西啊，减少食量。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他还是挺有希望的？因为你的爸爸妈妈确实，他们都很爱你，他们而且也在寻找这个当中的一些因素，能够去改变。对付近视障碍这个病魔，我们有 MDT 多学科诊疗，也有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等科学的方法。只要家长、患者和我们并肩作战，就有可能彻底击败这个病魔，给患者一个正常的人生和幸福的家庭。啊，经过治疗好了很多了，已经是吧？现在看着好像好多了，不去减肥，就祝你越来越好。谢谢。好的，好，就这样，好。心理问题的防胜于治，有异常状况大家不要避讳，还是需要尽早干预。很多精神心理疾病，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
都有着比较强的抵触心理。精神心理疾病就和感冒一样，尽早发现，尽早就医，积极的配合治疗，才能更好的缓解和治愈。